现在是初中部，然后中国舞的学生们期中考试，不，期末考试。好的。你拿这个说吧，说完让他拍就行。现在是本学期中德北艺中国舞初中部学生的期末考试，今天集训课的，这样看见我了吗？今天上午第一项进行的是初中部集训课的期末考试，今天的期末考试，一共有8位同学，迟到也是8位同学。那么本学期我们的主要的教学的任务是基础动作的学习和动作要领的规范化训练。学生们完成的情况都非常的好，上课情况也非常的认真。好，现在开始我们的考试。好，上课。好，地面第一个组合，准备。上肢躯干练习，老师起。我说吧。第二个组合，下肢训练。脚趾尖往远，胯根断开，内侧肌往远推，脚趾尖往远拉，控制住你的胯根儿，蹬出去，再往远绷。脚趾尖往远画，膝盖再往远延伸，周子涵。脚趾尖往远蹬，胯根松弛，放松。上手，胸腰推起来，
才加，别抢节奏，翻身体，一打三，不动，后背再坐直，胯杆往远踹，慢慢旋转，往前，呼吸向后，后面再绷脚，里面骨再去贴地板，胯杆再转开。胯杆往远画，后背坐直，好，把上，周子涵，周子涵，立马120几，拔杆第一个组合，一位擦地，准备。大腿根转开，胯根断开，擦地的过程，经过半脚掌再抓地。内侧肌夹，膝盖再蹬一下，脚踝放松，内侧肌拉住，肩膀再打开，肚子收起来，脖子抬起来一点儿，将心你的脖子抬起来一点儿，大腿根在外旋，快速的一拍到头，一，重心悄悄转换，踩住主力腿，子涵肩膀打开，好，放松，好，第二个组合蹲，准备，肋骨肚子收起来，把前面的胯杆敞开，呼吸，看手，夹心你的肚子再收一收，对，好的，半脚尖，脚踝尽量往前顶啊，别拐着脚，
膝盖再打开，对，好的。肚子再提起来，再收一收。半脚掌主动推地立起来，内侧肌沿着你的脊椎再向上延伸的感觉不要断，推脚背，膝盖尽量打开啊，把你的骨盆调正，别撅在后边。对了，好的。肚子再收起来，后背往前推，嘉欣，好的。五位坐住。慢慢落脚，落好。肩膀放松。好，放松。五位擦地准备。重心不要往后扯啊，主腿踩上去，重心推上去，注意半脚掌擦地的过程。后面大腿根转开，肚子收起来，嘉欣。尾椎朝地板啊，谁的尾椎又撅出去了，自己检查一下。好，放松小鸡腿。准备。注意断开以后脚掌推地抓地的速度和力量。子涵，尽量别撅屁股啊，重心再往前推一点，有点往后扯。林云轩，胳膊肘可以放下来一点点，架得太高了。哎，对。
好，放松，弹腿。像箭一样射出去啊，力量再爆发力再强一点，速度不够快，膝盖留住踢小腿啊，保持住膝盖的外开，打一，别着急，一，膝盖留住，打一，尽量不要动大腿啊，不要动胯根儿，不要晃。好，放松。右腿，准备。脚后跟蹬上去的速度再快，胯根松弛，脚后跟的爆发力，最后一腿踩住，腰尽量不要晃啊，把你的胯根断开，下面悠腿的时候松弛，最后一腿踩住，好，踢后腿，准备，好的，从你的胯根断开送上去，别咧着腿啊，内侧肌要控制住，经过擦地一，空中的爆发力，收好，反面七八，好，放松。半脚尖，准备。慢蹲，大，快加。有韧性的，上，立起来，再推一下，有韧性的踩落，慢慢落移位，加深蹲。好，放松，中间踢前腿，好，把下踢前腿，准备，
重心踩住，一步是一步的上步，后背立直，再推上去，别坐腰。好的，头顶肩拔上去，肩膀撑起来。三四，呼吸，大，好，收下，原场走好，好，把下踢旁腿，准备，别挤着腰踢啊，把中腰拔住。对了，重心落好，主力腿踩住，尽量不要晃啊，控制住你的中段，手不要晃，嘉欣，肩膀撑好，你的后背是紧实的。呼吸，吐气，大，一。好，下，好，小跳，注意脚踝和膝盖松弛啊。太紧张了，太紧张了，膝盖的韧性。大胆推，别缩着你脚踝的力量。膝盖和脚踝放松，注意落地的韧性。一二，大，一。对了，把力量释放出去啊，别堆在你的大腿上。好，地面身运部分，地面身运部分第一个组合提沉，准备，灌满你的音乐，沉的时候太快了啊，动作连绵不断，脊椎一节一节放松，保持你的垂直体态，若曦不要往前，加手，手指尖往远，眼睛也跟着它往远看。从后背开始展开你的双臂，从后背传导到大臂，到手指尖，肩膀沉下来，好，头眼，把眼神释放出来啊，准备，一，眼睛往远看，表情好的，
你的眼神要跟随你的手指尖看出去，看见了什么？嘉欣的眼神要坚定啊，别一直晃。嘉欣的手没有指出去，呼吸，胳膊肘指出去啊，胳膊肘往远伸，再伸出来，可以再往远伸。别挤着下巴，用力纹。好，起立，晃手。准备。吐气，转腰。转多了，蒋欣然，你就转到林轩这个方向就可以了。后背在推拧，山膀往远推撑。你的下巴放松，别挤着脖子。头转多了，用力纹。好，圆场。背，膝盖放松啊，不要太紧张，脚趾尖勾起来，重心移动要细腻，步子迈太大了，轩儿，踩在半脚的位置啊。二大一，二，重心慢慢推，步子再放小一点，步子放小点，嘉欣，你自己都走出来了，嘉欣，呼吸，走出来。上步，下去，下，好，站队。好，中国舞初中部期末集训考试内容结束，下课。谢谢老师，老师再见。好，站到拍照的位置。
们中间空一个是啥情况？啊。蓝牙已断开。蓝牙已连接。好，接下来进行的是高一和初三的期末集训考试。本学期考试的人数是九人，迟到也是九人。本学期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展示我们本学期的教学重点，以技术技巧的强化训练为主，同时配合把杆正常的动作推进和日常训练。好，准备考试，上课。老师好。好，把杆站好。马上第一个组合，一位擦地，准备。哦，稍等啊，音乐有点声小，再来一次。蹬出去，胯杆断开。别拖节奏，中马三个人。再往远蹬，把你的膝盖下侧蹬出去。呼吸。七，打，八。好，放松，转过来，蹲，准备。胯杆断开，内侧肌往远推。臀不要往前顶啊，收住你的中段，胸腰再展。内侧肌推出去，膝盖尖打开。好的，不要往前顶胯啊。好的，
好放松，五位擦地，准备。屁股别撅着啊，屁股推上去，对，重心踩住啊，在主力腿上。留长的腰别松，留长腰推上去。对，一直拔住啊，别卸。胯杆别掐着啊，内侧肌推出去，别缩在里边坐，放出去吧，力量。好的，小踢腿，准备。注意速度和力量啊！踩上去，蹬住，别抬着胯一起坐啊！小踢腿就坐脚踝。胯别卸，每一个都要推出来。大一，重心迈一上去啊，重心移动过来。大一二三，大一，立住。好，放松。单腿蹲，准备。注意膝盖的韧性，同时蹲，同时直，别蹲死。再往远绷一下，胯杆断开，保持外开环动，内侧肌再推。大腿根再转开，再往远踹一下，后背推上来。好的，往远蹬，再蹬出去，往远点，快速捉住。身体拧，注意舞姿的体态。上去，主力腿再顶一下，脚趾尖往远踹一下，赵子摸。好的，呼吸，膝盖松弛的，再搓一下半脚尖，再慢慢落。
好，腰。准备。后背往远延伸，前胯根放松折断，呼吸，大步上去，后膝盖蹬直啊，对了，坐上来，吐气，松，再拉一下，站高主力腿，胸腰在下，胯盖断开，尽量抬，内侧肌再往上送，膝盖再蹬直，再往上踹一下，大，回旋。你的舞姿往回找，再阴拎一下，吐气，放出去你的重心，赵子墨还是起伏了啊，好，放松，踢腿，准备，主腿站上去，腰别晃，别用屁股带，到最高点再落，胯杆往远送，手往远送，膝盖再蹬直，赵子墨，主力腿和动力腿同时都要伸直，提住，收，好，放松，大前大后腿，准备，别用屁股带啊，核心收紧，就用脚背带，胯根断开，好的，学起，好，放松到中间，快速，写好要求，不要紧张啊，不要瞎使劲儿。四位转，准备。还是瞎使劲儿啦。松弛，按照你正常的做啊，丁世杰也是。
身体过激昂了。上下身跟着一起走，正常打手，快力，别往后躺。重心推上来，推上来，推上来，好一点点。好，平转，脖子不要僵硬啊，准备。肋骨收回来，快甩头，后面身体跟上，许瑞琪，收好，不要折左肩膀，丁世杰，就做一遍，好，上来扫堂，不要紧张啊，想要求，想好你的点，预备，上身还是太高了，丁儿，别抢节奏，后腿留一点，后腿还是跟得太快了，上身太起来了，前面胯根放松，重心往前，刘长，你点到哪儿去了？刘长，好，下，脸部翻身，背，左手贴耳朵，刘新月，你的左手没有贴上去，左手打上去说贴耳朵，下来贴腿，丁世杰胯转多了，转完身，准备，七，走，刘长，左手没打过来，左手贴耳朵，再下来贴腿，先往前来，别往后坐，许瑞琪坚持住，往前走，好的，别扣着肩，别缩脖子，好，上来小跳，背，注意膝盖松弛，落地的时候要有缓冲啊。膝盖的韧性好一点，脚
赶快放松，蹲大。好，擦地小跳，准备。蹲下去推擦啊，蹲下去推擦，胳膊肘越往后，胳膊肘往前。好，中跳，准备。腰挂住，别抢节奏，呼吸大，一大，一大，别抢节奏，子墨儿。好，女孩下，男孩喘口气，横飞燕儿准备。OK 吗？好的，五、六，不着急，走，提腰，刘长，先跳起来，再分腿。把自己送上去，先送上去，再提腰，坚持住。好的，来，劈腿跳，准备。第一组。胯杆松是往远扯，你的膝盖没伸直，中段别塌，中段拎上去，七，第二组，顺擦你的后腿没起来，好，凌空跃，准备，直腿擦地踢腿啊，七八，蹬上去啊，缺一点推地，大一。后腿别拐弯，刘长。好，女孩细腰腿跃，男孩摆腿跳。预备，蹬上去，前腿再踢起来。倒踢，背，后边再送徐瑞琪，好的。后跟再撕开，刘星月别夹着自己，
这太折了，刘畅。来，男孩站步。想好要求啊，来准备。五、六、七。好，收，来，上来站队。站好。好，下课。谢谢老师，老师再见。好，拍照位置，站好。